哎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出去玩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去那个苗栗天狗部落，去我朋友家的小木屋玩。现在呢，我要先去载朋友，然后我们要到苗栗的卓兰汇合，我们再一起上天狗部落到他家。那现在在开车，就晚点见。哇，来，快，不要挡路。新主人还迟到，你很冷是不是？没有，怕山上很冷。好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温胜君，一上车就给我吃，是三小。买电吃不好。好，来喂我吃一个。真的。嗯，好吃，又甜不辣，真不错。吃大肠。吃大肠。是的、哦。难道我吃不出来？我们约八点，他七点多就一直催我们要快一点。现在在等他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等下他来，我要他自己解释啊。约几点？我半小时前我就到了。我刚才先带他去买鸡排。就是你还在催，鸡排拿出来。好了，我们要继续上路了。出发，耶、yeah! ！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那个天狗部落，待会要烤火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拿木柴。烧起来了，一包够吗？你们要什么东西进吗？我们来到浩勋的杂货店哦，该拿的都拿。我们三手啤酒，下劲一下。下劲一下。下劲是什么意思？欠一下。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跟大家说 hello。厨子准备好了。那我们既然来到泰雅部落，我们就是要学习一下这个精神。这竹篮子自己编的哦。有点绕口，可以吗？走喽！看，我们要走起路来啊，不费吹灰之力的感觉。我还可以。这是我的拐杖，我们要怎么下去烤火了？微微的暗也很好啊。对啊，比较有气氛呐。开萤火晚会哦。对，进到别人家哦，事情还是要自己来啊。这个小助理可以带去。可以，哎，我们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什么？我刚在演戏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原住民的火种。叫什么名字？也有烤盘。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高勋，来了。没有，这不要逞强。真的。你知道我们在烤这个竹子的时候啊，这个竹子都要保持它的干度，不然它就像啪啪啪。原住民的火种很猛哎，很屌哦！我现在发现很屌，超猛的哎，完全没有喷枪，完全没，真的没干嘛，随便排哎。我们经过还没有十分钟，这个火就已经这么大了。来，来宾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他太近了啦！太近，你太近了，太近了！你等下屁股会烧起来。点点，赶快离开！冰嘞啊！那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浩宇。你比浩勋帅很多，可以正常吧？弟弟都要比哥哥还要帅的。那你弟比我厉害？我弟比我帅啊，对啊。哦，承认了，承认了。恭喜大家今天吃得到我烤的牛肉，怎样？会烧焦？不会烧焦，会烧到你心里。哎呦，不仅是湿凹烧，更是湿凹烧，又烧又烧。现在有两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个锡箔纸这边铺了蒜头，因为如果蒜头你放那边的话，会有一个问题，会掉下去。对，好烂的，会掉下去。所以我们用蒜头呢，在这个有锡箔纸这边。让这个牛肉先吸附一点蒜味，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口味呢，什么？同一个烤炉两个口味，另外口味我们生牛肉直接下来这个木炭的地方，让它吸炭味。嗯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吃的会是一个蒜味牛排和这个窑烧炭味的牛小排。但怎么样，我们都还是要烤到它单面有没有？像这样有点上色，有一点有没有？一横一横的有没有？不够，让它再多一点点。然后我们烤肉之后多压这个肉，它才会受热均匀。好，看一下。哇，哎，几分熟的？5分熟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口水直流啊！这个绝对是你这辈子吃到数一数二好吃。有，刚出炉的牛肉。哦，
很好，很好，超好吃的。啊，那个蒜味，哇，直冲脑门。哎呦，出发出发出发喽！可以的话，你不要回来了，再见啊！哇，情侣好甜蜜哦。哎呦，我早就已经过了热恋期。哎，我现在还是热恋期，我乱讲话。在你们面前他这样讲，回家爱我爱的死心塌地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哇塞！不，去山上砍柴啊！你正式成为我们天狗部落的勇士。哎，散路。这种状况，你看我们上次哪时候？四月。去年。没办法、啊。对，去年四月啊。Nice. Cheers。当我们烤完肉、烤完火之后，我就要打牌了。我直接换上我的战服。快过年了嘛，我们就是要好好打一波，好好打一波。要国粹啊！哎，请问一下，你这副牌胡了？啊，这二三五四三小。厉害，二傻无痛，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是在等他倒牌，你知道吗？底叫第三家，底叫底叫底啊底啊，五点的。嗨，其实拍到这里，我们都有点醉，也有点累了。这些是我认识十年的高中好兄弟，真的很好，就是那种看过彼此鸡鸡的那种好。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聚在一起。但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某种的熟悉感，还有某种默契。第一天的天狗部落，开了很久的车，也差不多要睡了。这些影片也是记录我跟他们的回忆，希望你们也看得很开心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第二天的影片哦，是我还没有剪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你帮我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、开启小铃铛。我要去睡了，大家晚安。